都说性格决定命运，但真的有如此大的差别吗？好奇的话，来试试看这款剧情独特的冒险游戏《坏结局剧院》。游戏将让玩家从四个人物的视角出发，体验一段勇者斗恶魔的故事。这四个人分别是勇者、恶魔、Lolo 以及被掳走的少女。故事的开头，勇者将前往拯救被Lolo带去给恶魔的少女，但接着因为玩家的选择跟人物的个性不同而有全新的展开。每次开局前，玩家都可以设定不同人物的性格，接着影响结局的走向。谁说勇者一定要尽忠职守，恶魔要残暴不仁？试着用全新视角找到故事的真结局。